现在共产党现在是害怕社交媒体啊，这两天从昨天到今天，你们看看，几乎所有过去攻击我的，什么像韦石啊、黄河边呐、啊，这帮孙子通通上盖特去攻击七哥去了。大家想想，和澳大利亚的鸡腿潘，和澳大利亚的 ABC 报道，是吧？这都是如出一辙，共产党的就一样啊。你看，所有的人现在全攻盖特，攻你盖特就说你盖特，这个你删除啊，删除别人账号 ，ABC 攻这个，你看。全球统一行动啊！你知道我看了 ABC 报道，我的感受是什么？很多人跟我说，我说能不能再多报道几次啊？多报道几次 ？ABC 你不继续报道，你是孙子，你是王八蛋！《华尔街日报》《纽约时报》《华盛顿邮报》什么Mother Johnson 是吧？哪个报道说我在乎不？你不报道你是孙子 ，ABC 你不继续报道你是王八蛋啊！是吧？你跟共产党勾兑，鸡腿潘啊，熊献民是吧？黄河边啊，你们这帮孙子是吧？你说孙子到啥程度？多 low！ 这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是共产党，要不然怎么全球统一行动啊？能撬动澳大利亚 ABC、华尔街日报、纽约时报、华盛顿邮报的，还什么 Mother Johnson 是吧？能是你们这帮杂碎吗？你给人舔腚都轮不着你，你进人家楼都让不让你进。你们生活中你看到这帮孙子在这些人面前，还有那两个骗子，什么 Michael Waller、Fancher Waller 的两个骗子，看着这帮孙子就跟这帮亲近人狗一样。甭说去 ABC 了、纽约时报了，共产党嘛，是吧？这多好啊！共产党你多来啊，多来多来。盖特，你看看。但始终留着这帮孙子，真是自由媒体啊！在共产党是最怕盖特呀。所以说大家知道，就共产党什么样，你就看俄军怎么打乌克兰，怎么造假，怎么无知啊！俄军就是共军的爹，亲爹。但是呢，他比人家还 low， 那你想想他们什么德行？